嗨，姑娘，你找我呀？我在这附近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你等会儿，你坐这儿。这是你晚饭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别吃了。哎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吃我这个。是你做的？对呀，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。没有借口吧？没有没有。谢谢你啊。你还挺上进的。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吗？不为自己，也为别人啊。哎，谁让你上班吃饭的？店长，那车机油换完了，我和上班时间吃饭罚200。别哥，我这一天才挣200。哎，老板，你咋跟他说的？我就说我上次来找你修车，这次是来感谢你。然后他就给你了。嗯。谁车呀？挪一下子呗。啊，现在挪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挪个车。千万不要说天长地